记录一下第145天了啊，带着图图。接受秤的审判嘛，到时候一会儿称完体重，你自己在家啊，我带着你大姑还有你姐姐去体检去啊。先被他审判。行，来吧。昨天图图是94.2，94.8，六两。哇、wow ！成功增重六两，大图图。吃炸鸡好不到哪去。谁让你？谁让你偷吃炸鸡的？谁让你馋的？哼，看着按121.9。来吧，124.3，2斤4两。哎呦，吃炸鸡吧都，吃炸鸡吧，你也来吧，都吃了你们几个。我吃了两小个鸡柳一个。吕大公主昨天是136.9。我吃盒子吃的多。就拽哥没偷吃，哼。其实不叫偷吃，这光更大。对。137.4，长半斤。你们所有人都长了，说白了就是你们还是吃的多。大口水哥，刚把体重腰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期间啊，就是今儿是第一件事啊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去体检去啊，儿子不用，我闺女呢，就是从这个之前啊，就是疫情之前，就是她就晕倒过一次，老粉丝应该都知道，然后在那个就是第一次。咱们所有人都阳了之后，那一次闺女又晕倒过一次，夜里边是吧，然后是她自己晕倒了，差点晕死过去。你们俩，你跟儿子起来之后发现她的是吧，就也是晕倒，就是阳了之后。然后头些日子呢，我们去延吉去旅行去玩去啊，她又阳了。 我不知道是不是又阳了。是我儿子跟我闺女啊，两个人一共是咳嗽了将近得有20多天，现在是刚好刚开始发烧。对，嗓子巨疼是吧、嗯、跟你说说你有什么那症状。嗓子疼，沙哑啊，然后还发烧了，低烧，浑身疼，流汗，完了头那么10天呢，闺女有一天早晨啊，就是起来就突然间、啊、突然虚脱了，躺那儿了，受不了了，脸色苍白，浑身是汗，就跟流汗一样，就跟洗澡一样。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带着赶紧去医院，后来他还没好呢，咳嗽也没好呢，今天是等于是完全好了，赶紧带他去看看，不知道是不是阳了后边造成了后遗症，还是说他有低血糖啊？因为我查了，要不然就是心脏病，要不然就是中风，因为他这个中风或者是心脏病是不可能，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或者是阳了后遗症。嗯，到时候咱们上医院去查查去。今天就是把所有的指标，身体上的不管是什么心脏啊，彩超啊，是吧，血呀、啊、尿啊，啊，所有地方能查的咱们问医生都给查。大生化、嗯、是吧，脂肪肝，尿酸是吧，什么这蛋白那加号的都得查一遍啊、嗯、血压什么的。嗯，然后吕大公主呢，好多人就关心的就是减肥是吧，这说心里话最近也没怎么减，就是恢复饮食了，没减，就没减。然后最高峰的时候减下来是42斤，嗯，就2个多月啊、嗯，然后现在是30不到40斤，37、8斤啊，在这徘徊着呢。嗯，有很多人说不让他减了，怕他身体出现不好的症状，是吧？然后说他脸又是作腮了，或者说显老了怎么样？黄啊什么的。我告诉你们、嗯，你们今天看我，我今天跟拽哥说，嗯，我今天太开心了，说我就之前确实是我不知道是身体出现问题啊，还是说就是减肥。减的就是脸黄黑黄，应该是缺少营养，不是就是啊、嗯，就是说还是你身体缺少营养，嗯、是就是黑黄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以前该说不说啊，确实是锃亮粉白粉白的，对白胖、哎。你们看我现在这面色又恢复过来了，通过我正常就是这样吃饭，正常饮食，对对，这脸确实是也光溜了，也漂亮了，也白净了、嗯。但是呢，安全起见，我们全家去做，全家做一下体检去。对，体检第一个事儿是闺女这个事儿、嗯，第二是看看吕大公主这个指标怎么样，第三个是看看拽哥的身体指标怎么样，因为拽哥呢比较注重养生是吧，吃喝也比较注意是吧。再有一个，我说心里话，就是咱们国内的人啊，很少有一年一体检的，我感觉得占50%以上的人都不会是一年一体检，都是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才去医院，看病。化验体检其实不好，对，嗯，有一些正式工作或者说那个国企的或者说那个大公司的什么的人，一年一体检是吧、嗯？半年一体检什么的是吧？咱们还是及时的赶紧去看看，
自己身体有什么状况，如果没有更好，要有呢赶紧吃点药啊，说补一补是吧，有些时候调理一下，有些小毛病就是说你调理一下，对对，不能拖，或者说自己注意一下，你不能吃这个了、啊、你就少吃，对对对，是就是这个意思、嗯、今天啊我们去体检，你们是否是一年一体检，还是说很长时间都不体检？屏幕前有多少人一年一体检呢？对对对对，好，让我向你们学一学习。出发，车停好了，带两位女士体检，你们的健康是我最大的财富。开始挂号，号已经挂上了啊，50%报销80%，自己出10块。然后做一下提醒啊，有两个必须得注意的啊，千万千万不要吃东西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千万千万不要喝水啊。第三点，有尿啊，千万千万得憋着，早上起千万别尿了，要不然一会儿到时候做彩超什么的，你还懂懂喝3罐的水啊。三个提醒。那正阳着呢，那会儿，然后咣当就倒地下了。哎呦，我听见声了，那要没人，估计挺危险的。然后我也是赶紧的，就是给他弄了一个那橙子，然后给他吃，然后他也就缓过了。反正当时他们可能就说缺钾或者怎么着，也没看，但是那时候不阳着呢。然后第三次是我们去泡温泉也是，泡完了出来，就晕了，就瘫了，晕了，浑身大汗淋漓，赶紧给他那什么，脸色苍白，给他喝点饮料。对，然后前几天是，就是好像我觉得他也是又阳了，去延吉玩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嗓子也疼，然后发低烧，然后后来回来咳嗽，就是前前后后一直在咳嗽，刚好左右吧，嗯，然后给他吃药，反正就是好了，好了，但是就是中间他有一天起了，突然间他呼那天早上特别闷是吧？躺床上去了，躺床上去了，然后就是哗哗的汗，然后。就这样，这几次我说给他做一全身检查。等于说他这几次晕倒的话，有2次是感冒发烧期间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那会儿他有颈椎病，颈椎病一直没复查，然后他有咽炎。就我这咽炎就咳嗽好几年了，就是现在也是每天都咳嗽。对，4年了。反正去大医院，北京的医院，什么北医三院，什么人民医院，都去过，都去了。东直门中医院全去过，没咱们这儿连那哪儿都去过。再由他那个我媳妇她减肥来的，从那个2个多月吧，不到3个月减下来40多斤。有时候有点面黄的感觉，就是有时候粉丝说也是，然后给他看看查着。我觉得我最近正挺好了，又脸色还行。90-90啊。每个人先量量血压。60-90，有点低呢。你说就在那儿长一那玩意儿。这有多长时间了呀？这长好几年了。三年了。就跟麦粒肿似的。刚开始小，这个不是麦粒肿，然后你可以上眼科看一下。行。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，能不能把它给少了？这应该是。行。对。每个人量量血压。可这也不疼，还闭眼。那个是有点疼，待会儿放气就好了。这血压有点偏低啊，95-60啊。嘿，好嘛，你俩都血压有点偏低，给我量量吧。量过。以前没事儿。没事，70/100，80/100。但是我们自己就瞎量，人说我们量反了。你应该比较正常，我俩有点低。是吗？我们需要补充营养。别闹，人大夫说60-90正常。挺好，120-80，你这挺棒的。拽哥的体检项目2026，吕大公主的2200多，比我还多。项目查的，闺女花了1277体检，测一个心电图。先那个在这个抽血这儿啊排上队，抽完血了啊，然后心电图、彩超，然后 CT， 照片子，最后是化验尿啊，尿一定得憋着啊。开饭喽，这家伙。去趟医院，上午还没那个拿完结果，下午3点以后还得去一趟。对，下午我问医生了，完了3点以后咱们全家再去，然后结果就出来了。到时候看看身体指标如何啊？每一个人，吕大公主、闺女还有拽哥啊。今天中午做一个冬瓜骨头锅啊，里边搁点尖椒圈还有香菜啊，完了冬瓜垫底儿，上面是
大腔骨啊。吃吧，图图。除了你来一块大肉。嗯，吃。哎，好，来吃啊。闺女吃啊。嗯。多补一补。目前知道他们俩血压有点低，60-90是吧？但是那个医生说是属于正常的，哈哈，是属于正常的。拽哥是80-120。他也60-90。他也跟你一样，他65-90。嗯。嗯，儿子不用体检，儿子身体倍儿棒。哈哈哈，他那乐。他们对他每年体检，在学校。我身体还不错的啊。啊，你身体就是有点超重，别的毛病没有。哈哈。最主要什么？这医院我觉得就是，他没法一趟，就是说，假如去一趟都给出了结果是吧？还得跑一二回，这有点麻烦。那没办法。没办法。然后下午算算我们一共花多少钱呀？我估计眼尖的人应该能算出来了吧？好像得5000块钱左右啊。嗯，下午到时候吃饱了喝足了，下午拿结果去看看每个人指标啊。下午见。开吃。开吃。嗯。终于回来了啊！一天上午半天没完事儿，下午就去四个大大夫，然后检查完了，结果全部出来了啊。有一个片子说是2天之后的，但是大夫那意思啊，当时在这个电脑上也能看到，花了5500块钱啊。三个人啊，首先说一下我闺女啊，什么病都没有啊，最开始怀疑她是有低血糖贫血啊，血象大生化啊，肝功尿啊，所有都查了是吧，嗯，没事儿，倍儿健康，就好像缺点铁，那意思用铁锅炒点菜啥的，吃点猪肝什么的，多吃点菠菜，对，多吃点菠菜就行了，齐活了，也不用吃药，特别好。然后拽哥第二个啊，基本也没事儿啊，轻度脂肪肝，轻度脂肪肝，嗯，差不多都是有，对，男人或者女人都有，说稍微有点偏胖的人都有啊，那意思多喝白开水，清淡饮食，适当运动，少喝酒就行了，尿酸微微的有一点高是吧，对对，可控，不用吃药，嗯啊，然后就是清淡饮食就可以了，多喝白开水就行，对，嗯，非常高兴。第三个吕大公主啊，媳妇儿。吕大公主血、尿、肝功能、肾功能大生化，心电图非常健康，肺上长了一个这个东西。反正不少是吧？都是轻微的，甭管是怎么样，就没事，就一个我觉得挺那什么的，就是肺上，叫什么？有个结节，我不太懂啊。屏幕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得，不是有没有懂那个方面的医学知识的啊？是吧，或者说有没有病友，然后医生说呢得去北京肿瘤医院啊，因为我们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他就咳嗽嘛，当时就拍了一个肺部的片子，但按当时这个现在这大夫说啊，当时的技术来说啊，看不出来上面有结节，现在这个仪器先进了，那意思5年了啊，之前是5.6几，现在是6.几，没长多少，6.5没长多少啊，那也挺害怕的。你说当时没找出来，要找出来不得赶紧去看看，这家伙你说我这家当时要有啥呢，是啥恶性肿瘤，到现在都无力回天了，哼，肺结节是肿瘤吗？而且像我现在又是5年都没做过体检，嗯，然后这个一查还真有问题，嗯，肺结节啊，因为网络上很多人都说，我也怕就是闺女啊或者是媳妇儿啊，就是说阳了之后是吧，怎么怎么样，反正媳妇儿闺女没事，媳妇儿查出来有一肺结节，然后最近我赶紧给她挂号，上北京肿瘤医院，哦，然后拿2019年的片子，我还调出来的，然后自费，然后又拿着今天照的这些片子，然后再去肿瘤医院，如果不行，她当时那阵儿完了再重新给你照，啊，做一下比较，做也是做一小微创手术，别害怕啊，别害怕，我这自己放轻松的，假装很淡定，其实也挺害怕的，嗯，一说上肿瘤医院就害怕，就是。唉，没事，有病治病呗，那咋办呀，是不是，你得了那也没招，然后别的我什么毛病，然后照这个好像是说有点气管炎，气管炎，说我这是气管炎，反正不知道，开了点中药先吃吃吧，看了这么多医院都说是咽炎，怎么今天要是气管炎了，我也说不好，这个今天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中医小伙子的大夫给我看的，我觉得说的面面俱到，说的挺好的，他还给你开了7天的那气管炎的药，如果他给你看好了，咱俩给他送一锦旗，真是，是吧，给他鞠一躬，然后别的还有啥呢，像什么乳腺增生啊，
那问题不大。那都是小问题，对，都不用吃药。乳腺增生，还有子宫肌瘤。子宫肌瘤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肌瘤，好像也不是说很害怕的事儿。对，先把这结节这个，是吧？给他确诊一下，然后给他做掉，是吧？是听医生的，做着做也不做。突然发现我毛病最多了，没事，我陪着你去。然后也有那个轻度脂肪肝，但是我是轻度的啊，可能、这个无所谓，脂肪肝每个人都有。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减肥了，是吧？要不减肥，没准都是重度脂肪肝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说呢，还得是而减肥有好处的啊，健康饮食，适度减肥，嗯，清淡饮食，规律生活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最主要是，我觉着应该是每年或者一两年查一回，就所有人都最好大家做是吧？全身的检查真的是挺好，挺好的。就是说你发现问题，及时的制止，给他治疗一下，我觉得有好处。你别到时候说就跟他这是结节似的，2019年就发现了，其实，但是当时的技术没找出来，大夫说隐约能看到，不确定。你看这现在看出来了。都5年了，这要真的，你说中间没我也没做过检查，这要真是什么那严重病，早没了。这人也不知道跟你这个阳了什么的有没有关系？我告诉你们，不知道。很多人也得这个阳了之后，也有得这种毛病的。赶紧给我挂那北京肿瘤医院去看病吧。行，嗯，那个也奉劝屏幕前的啊各位朋友们是吧、嗯？每年及时的做一下这个健康检查是吧？以防万一是吧？没毛病最好。花钱买一个那什么，开心也挺好。其实拽哥说别让我别害怕，其实内心指令胆儿哆嗦呢。别害怕，啊，不怕。屏幕前的您啊，是几年做一个检查，还是说一辈子没做过？真有说10年20年都没做过的，是吧？大家对我这个就是说现在说这个、说这结节、肺结节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懂的？有没有懂的？咱们就是有跟我支支招探讨一下哈，对对，让我。知道是怎回事是吧？对，心里宽敞宽敞。这玩意儿需不需要做呀？我大小事手术，我害怕。嗯，没事，我先跟你说哈。嗯，到时候听那个北京大医院。好，好吧，嗯，拜拜了。拜拜。